日前秦岚现身机场，她身穿牛仔褂配卫衣，显青春活力，一边比心形手势卖萌，一边露出甜美笑容，实力宠粉。这个夏天最热的一部剧当属《延禧攻略》，剧中每个角色都深入人心，比如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秦岚，凭借着剧中富察皇后一角又结结实实火了一把。她饰演的皇后温柔贤淑，善良坚定，是所有观众心中的一道白月光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感觉面容上不仅没有变老，反而更少女了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